八月十五，圆月高悬，月光静静地洒在小院里。奶奶，您再讲讲后羿和嫦娥的故事吧。好好好，故事后，英雄后羿要上山打猎，把仙人送他的仙丹交给妻子嫦娥保管。结果坏人庞猛闯入家中抢夺仙丹，嫦娥情急之下吞下仙丹，抱着身边的兔子奔向月亮。当天正值农历八月十五，以后每年这一天，后羿都会望着圆月思念妻子。再后来，后羿和嫦娥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关于中秋流传最广的神话传说之一，慢慢演变为人们对幸福团圆的期盼。嫦娥奔月的传说源自古人对星辰的朴素崇拜，寄托着人类飞向太空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梦想。从古至今，人类对未知太空世界的探索从未停止。嫦娥回来了，嫦娥回来了。中秋佳节，拜月祈福，期盼物产丰盈，阖家团圆，是中国人传统而朴素的愿望。仰望星空，探索宇宙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是人类共同的追求。愿同一轮明月下，世界人民携手共享，生活和睦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。